李神通是李渊的弟弟，也就是李世民的叔叔。李神通有个儿子，名叫李道彦，是国家级正史新旧两堂书褒扬的大孝子。李渊登基称帝之初，李道彦的年纪还太小，没有到封王的年纪。李渊对于这个特别孝顺的侄子也是非常疼爱。李道彦在11岁左右的时候，就被伯父李渊封了一个朝廷大夫的官职。朝廷大夫的官职是一个位高权倾的礼仪性官职，换句话说就是工资高但是不管事的闲职官位。李渊让李道彦当这么一个官职，明显是想让年轻的李道彦镀金一下，以备日后提拔之用。李渊剧照，感谢原作者。武德五年，李道彦终于到了可以封王的年龄，他如愿以偿的成了大唐郡王。武德五年的时候，王世充、窦建德、萧齐等割据势力都被大唐消灭了，大唐基本上完成了统一国家的伟业，剩下的割据势力都是小股力量，对大唐朝基本上构不成大的威胁了。这个时候的李道彦虽然成了郡王，但是也没有上战场立功的机会了。李神通剧照，感谢原作者。李世民登基称帝之后，面临着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，这个问题就是没钱。当时的大唐成立乱之后，百业凋敝，李世民为了使国家迅速进入发展正轨，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国策。战乱过后，大唐朝控制的人口只有200多万户，国家税入的人口基数本来就少，又实行低税制，使得贞观初年的大唐朝税入比不上税支。没钱的李世民为了节省朝廷税支，只好向他的兄弟们开刀。李世民下令一道诏书，把在大唐开国战争中没有功劳的郡王兄弟们一律降等。李道彦是个大孝子，这是没有疑问的。李道彦在大唐开国战争中没有功劳，这也是没有疑问的。由于李道彦实在没有功劳，正好符合李世民郡王降等诏书的条件，于是乎胶东王李道彦就变成了国公李道彦。李道彦降爵之事，李世民虽然对不起弟弟，却为天下百姓减轻了负担，获得了天下百姓的交口称赞。李道彦虽然被哥哥李世民把王爵降成国公爵位吃了点亏，但是依然得到了李世民的重用。李世民剧照，感谢原作者。李世民让李道彦出任民州都督。民州是大唐边防重镇，跟吐谷浑交界，吐谷浑经常侵犯民州。李世民让李道彦出任民州都督，是想给弟弟一个立功的机会。吐谷浑可汗慕容浮云侵犯大唐的民州，李道彦身为民州都督，自然要挥兵迎战。李道彦的抵挡不住慕容浮云的大军，李世民派出了大唐战神李靖率兵助战。李靖的大军到来之后，大唐军队由守转攻，浩浩荡荡杀向吐谷浑腹地。李世民任命李道彦为赤水道行军总管，协助李靖攻打吐谷浑。李世民为了攻打吐谷浑，召党项部落首领踏拔赤辞当向导。踏拔赤辞对李靖说，随击吐谷浑，我自其军而随无信，反见仇飘，金将军若无他，我愿自凉，将父如随乎？李靖拒召。感谢原作者。李靖为了打消踏拔赤辞的顾虑，与党项部落歃血浅之，在得到了李世民和李靖的承诺之后，党项部落打开大门，让唐军经过他们的地盘攻打吐谷浑。李道彦率领部队路过党项的领地阔水，见到遍地牛羊，而且党项人根本就没有防备。这个时候的李道彦干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蠢事，他居然纵容部下兵将抢掠党项人的牛羊。道彦至阔水，见无备，因掠其牛羊。党项人本来答应助大唐攻打吐谷浑，没想到李道彦言而无信，居然劫掠党项人的财产。踏拔赤辞咽不下这口气，公然起兵反唐。这个时候的李道彦才发现自己闯了大祸，只好硬着头皮迎战。李道彦打仗的本事真的不行，他被踏拔赤辞率领的党项打得大败而归，数万大唐将士因此成了冤死鬼、诛羌院及引兵仗野狐侠。
到院不得进，为赤死所成，军大败，死者数万，李世民雕像。感谢原作者李道彦，破坏了李世民和李靖辛辛苦苦建立的外交策略，这是一件死罪。李道彦兵败而归，损失了几万人马，这也是一件死罪。李道彦犯了两条死罪，惊动了天子李世民，这让李世民很为难。李世民想思来想去，决定判李道彦死刑，然后又给他减刑，让他充军流放守边。过了很久之后，李世民才让李道彦出任都督官职。赵简死，惹戍边，久之赵为归州都督。李道彦是正史褒扬的孝子，可以说他是个道德高尚的好人。李道彦是好人没错，但是好人不一定能当好官。李道彦道德高尚不假，但是能力不足也是真的。有德无才的李道彦犯下了祸国殃民的死罪，李世民能饶他一命已经是念了兄弟之情了。参考书目新旧两唐书隋唐王室系列贴文，由王福兴原创，码字不易，请尊重原创，未经授权严禁转载。本人已经和维权公司签约，委托维权公司代理维权，未经授权转载者，维权公司会代表本人投诉维权。